说呢，我觉得我自己的照片蛮漂亮的。大家现在形容词都有点太重了，大家要珍惜现在还看起来很自然的我们，好吗？其实我也没有偷偷放闪，我只是觉得其实这样40岁也挺漂漂亮亮的。我觉得冻龄应该是冻身体的龄，就是外表什么的它都应该是你身体呈现出来的该有的样貌，所以我只是想要呈现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我觉得我在保养自己身体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给他们看的呀，只是我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真的是跟自己身体相处。然后其实我当时看到断崖，我也不是觉得好像心情不好，而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照片蛮漂亮的。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形容词都有点太重了。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大家要珍惜现在还看起来很自然的我们，好吗？也不高标准嘛，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真的16岁就出道，就我本来一直以为我小时候是老在等的人嘞，然后我想说我现在好不容易我的样子跟我年龄好像刚刚好差不多他们靠近了，所以我觉得自己还蛮开心，就是心智跟外表现在是我觉得最刚好的状态。一定有的啊，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大家手机一滑就看到你的样态的时候，当然会啊，会有焦虑啊，就是觉得今天哪一点点不对，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好像是不是最完美的。可后来觉得真的没有完美的，就是太难了。